就是理想，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，要使我们国家的国防工业，使得我们国家的先进的战机能够早日的装备部队，使得我们国防工业能够更加的强大起来，能够缩小跟发达国家的这种差距。我开始以为北航是开飞机的呢，那时候，但考完以后，我发完这个通知书，发现北航是搞飞机设计的，所以走到这个行业里头还是很有意思的。带着这些航空人的这种航空这种报国的这种情怀，他们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，就是希望我们自己设计生产的飞机能够早日装备我们的部队，这个应该说一直在影响我们。当时呢，我们就是在这个位置去看那个舰载机的着舰和起飞。那个时候我们的心一开始很揪心，当成功的时候呢，我们心哇跳下去，紧接着心又抬起来了。